嗯，就可以看到你们的小温妮了。然后这套衣服吧，哎，是你们给我选的，不准说衣服不好看，那是你们自己选的。自己选的衣服，哭着也要看完；自己选的舞蹈，跪着也要看完。啊，然后那个什么，我就给你们跳第一个舞蹈吧。废话就不说太多了。陆琪呢？你们选的是不录取的呀，我咋知道你们现在口味为啥那么淡呢？我就请那个下面的水军注意一下你们的素质好吗？就算你们不喜欢我的话，也请你们闭嘴好吗？你说我是瞎跳，那这样吧，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上来给大伙表演一段。这个衣服是你们自己选的，现在又说我穿的多，这还多吗？这么一大叠肉都露出来了，你们没看到吗？你要真的是个有素质的人，你就在这待着，你就看你喜欢的主播，你就说他好就完事了；看见不喜欢的主播，你就不说话就完事了，知道吧？我不生气。来，咱们选一下下一个舞蹈吧，选一下下个舞蹈要跳什么吧。哎呀妈，第一个是色色色，第二个是 something， 第三个是。Mystery， 色色色 something 和 mystery
就跳四四四了。好的，那就跳色色色了。色色的表情在公屏里面走一波，现在已经不用扣字了。哎呀，放得太快了。就不能说我长得像林志玲吗？感谢君子道哥哥，虽然我长得不像林志玲，但是这样说的话就是听上去会比较好一点。对，那你当个导游掉下来了。刚才这个色色色已经跳过了，色色色已经跳过了，咱们选Something 和 Mystery， 选二和三就可以了。二和三，三二一，林志玲像你什么鬼？第二个是吗？好的，那就挑第二个。第二个是 Something， 感谢小金哥哥。然后呢，在我跳最后一支舞蹈之前，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你们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左上角的五星舞秀嗨翻天的预约勾一勾，五星舞秀嗨翻天的预约勾一勾，谢谢你们，你们最棒啦。然后右下角的直播通知，咱们勾到前面勾到八可以吧？我是个新主播，谢谢。那我就给你们唱一个 something 吧，关注主播不迷路，主播带你们上高速。
热死了，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里的汗都已经把我的头发弄湿了。哎呀妈呀，热死我了。就是现在还没有点关注的宝宝，你就可以点一下关注了，我一会儿都要走了。走了之后不要一个月之后来跟我说，曼妮啊，自从上个月看你在993，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。你现在不点，到时候你找我找得很辛苦。我还有40秒钟的时间跟你们就跳舞也来不及了对吧，然后就跟你们唠唠嗑说说话。Come on baby。 下一次给你们带来更加精彩的表演，不是我脾气大，我从来都不发脾气的，因为今天真的是太多人在上面带节奏了，你知道吧，这样很不尊重别人的，这样说明你素质低，并不能说明我跳得不好。我走了啊，拜拜。